想约你父母家，我还觉得挺刺激的。看起你父母真在家呀，这不意外的事吗？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就没怎么尴尬。哎，我答应你，半个小时之后呢，我请你吃饭。这样，你给我买个耳机，无线的那种。等。说好了啊，就半个小时。哎，你们也别站着呀，过来坐。